近日登场的热气球嘉年华，在防疫考量下，细流体验的活动只开放给台东的民众来搭乘之外，县政府是在加码送好礼，只要是购买500元的细流体验票券，就能够获得等值的回馈，间接的让乡亲免费搭乘。透过严谨虔诚的传统道教科仪祭祀祈福，众所瞩目的热气球终于从周一开始升空了。台东县政府在今年度办理的台湾热气球嘉年华，基于防疫的考量，虽然不会阻止游客前来，但只开放给台东乡亲搭乘。而除了台东限定之外，也推出了超值优惠，等于让台东民众免费细流体验。今年的热气球是台东人限定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上网赶快去抢细流，因为以前哦，常常细流都是外县市跟旅行社包了，今年他们没有机会了，因为今年台东人限定哦，所以呢，一个细流500块，但会送各位价值500块的礼金哈、礼券，所以几乎是等同免费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上我们交关处的网站，赶快来去做细流的一个预约哈。过去台东当地的民众要搭乘热气球，都必须跟外县市甚至是外国游客抢购票券搭乘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台东乡亲也能说是因祸得福，买到票的机会大大提升，还有等值的回馈。乡亲朋友们不妨在疫情趋缓之际，带着家人一起乘上热气球，体验翱翔天际的快感吧。记者安启伦，台东市报道。